臭小子，躲在这儿，到处找你呢，怎么样？没少什么零件吧？没有，怎么了？行。营长，抓好舌头。 哪部队的？三十二师。你们的指挥官是谁？快说！问你指挥官是谁？少校参谋李敬忠再次奉命迎接苗长官。 你不要把我跟孩子留下，你不要，你等等我，我来找你了。
我要当爹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好黑。心里话都说出来。我请求你下令放掉那些被你关押的人质，放掉共军那个女联络官。需要带走几个人去支援师部，我赶紧快去。不行，外面太危险了，我要保证你的安全。你跟我走，其他人留在这儿。我的十字架了，不行！你要干嘛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有父母吗？你问这些到底要干什么？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有父母吗？你给我坐下。知道他们关押在哪，我要立功。在哪儿？说。就在那儿。还有。给我帮我把那个狙击手给我轰下来！快点！我弄肘子给我走。是。要弄的。
计划，实施预奏计划，追他，追他。吃紧需要增援，就留下你们几个人是不是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相信我，这周围一定有情况，一定有陷阱，你去检查一下。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。你胡说！我不怕死，可是还有这么多人呢，而且你的性命也很重要。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能不能相信我？能不能离开这儿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想让你活着。老大，老大，人都打光了，炸了没有？没有。我问你为什么不炸？放开我！老大，放开！老大，你们已经被共军占领了。我不管。放开我！别动！站在嫂子，我从旁边绕。哎，你们看见马营长？马营长去地下室解救人质了。什么人质？刚才有一个屠城的国军说。地下室还关押着一批我们的同志，被当作人质。快带我去，走，快，走，走。马龙，马龙，营长，马龙，大家
长！快，营长！哎，刘总，阿龙在这儿，快快，坐着，快过来，快！政委，咱俩把这个挪开。还有谁？快快快！阿龙，营长，你怎么样？架起来！营长，阿龙怎么样？没事吧，营长？啊！怎么了，营长？苗青，苗青姐，快跑去！苗青姐，快！过来找苗青姐，快点！轻点，我去办。苗青，你再来！苗青，来！苗青！身负重伤的马龙一心一念都牵挂在苗青的身上，他强忍着遍体的伤痛，竭尽全力在废墟中搜索那个熟悉的身影。苗青，坚持住，来人呐，把车开过来，去医院。救人！阿龙，快点！救他！刘军，我们现在去医院。让开！我们让开！政委，这还有活的！快来！来抬走！小心！来，快起来！送医院，快！宣布死亡。你笑一笑啊，马营长。苗青同志他已经
在断断续续的昏迷中，我知道有一个解放军战士一直守在我的身边，他们救了我，我该不该向他们坦白我的一切？若是他们知道了我和林武阳的关系，尤其是最后帮助林武阳做的那些错事，他们会放过我吗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人，使得茉莉心生恐惧。此时的她并不知道，这一刻的犹豫将会使她陷入到万劫不复的谎言之中。若是再给她一次机会，她会选择坦白，因为后来她才明白，共产党人并不像林武阳所描述的那么可怕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是这个年代最值得信赖的人。在野战司令部的一位战友跟我讲，苗青同志整个策反行动都非常的顺利，
可是，在关键时刻，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务别动队。就是因为这个特务别动队，苗青同志的策反才失败了，起义功败垂成，苗青同志才……接着说吧。我现在不能把所有的细节给你还原，我只能根据苗青同志最后发来残缺的电报来分析。当时他们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，但就是这样，苗青同志也在最关键的时刻向上级同志发出了警示。首长就是根据苗青同志的警示，才及时调整了战斗部署，我们才没有更大的损失。苗青是好样的。告诉我，带头的是谁？现在还不知道那个特务的真实姓名和确切的来历。你放心，一切都会查清楚的。我知道，你知道。我知道他是谁。我邱小丹，你不能这样。旅长，旅长，马龙，旅长，你干什么？旅长，刘总，小丹，集合全营，把全晋州的战俘营都给我搜一遍。旅长，把晋州的特务都给我集中起来，找一个姓胡的人，快！马龙，你听我说。没有上级首长命令，你不能去战俘营，知道吗？我现在没时间在这跟你废话，我真的来不及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现在正在潜伏着，如果他们，我就来不及了，我就被你个姓胡的跑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听我说，我明天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狄公公，他们有地下党配合，比我们在行，知道吗？我真的来不及了。王龙，哎呀，你听我说，你是营长，他们都看着你呢，你不能胡闹。没事，我一定要抓到这个特务。锦州的特务都给我扣押起来，找一个姓胡的中校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快！明白，动作快！哎，可是如果看守俘虏营的人不配合怎么办？敢！这是狄公部首长的命令。是，出发！你们有谁是属于锦州保密局特务处的？站出来，我有话要问。将官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长官，卑职在站里虽然级别不高，可是我是管档案的。有什么行动我不知道，不过站里有多少号人马我还是很清楚的。我们站里上上下下连做饭的都算上，确实没有一个人姓胡，连姓胡、姓胡言、姓胡胡胡胡的都没有。真的，长官，你就把我大卸八块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发誓，我要知道有姓胡的，我就让铁打雷劈。长官，卑职说句不敬的话，会不会是长官您情报有误啊？再或许是有这么个姓胡的，不过不是咱们站里的，是别的什么部门的。对，东北督导室，或者是军情二处什么的，是吧？马营长，我们战俘营也有规定，你不能擅自提审。我知道。你们接受过专业的训练，睁眼说瞎话是你们的本事。没有，我们说的是实话，真的，真的。会不会你们两个人之间有谁，就是那个姓胡的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他们不是一个姓李，一个姓魏吗？对，没关系，我手上有人证，他见过那个姓胡的，我现在把他带过来，挨个指认，你们谁都别想跑。茉莉在野战医院里已经躺了一天，满脑子盘算的就是怎么逃走，可又怕万一逃不掉被抓的话，就再也说不清了。她被这样的患得患失折磨着，几乎要发疯。
我去调头，在这等我。 真的对不住，我真不能让你进去，这是上级的指示。为什么？上级有命令，你不能进去。可是现在特务就在里面，我的人证已经带过来了，只要人证进去，我就可以指认特务，我就可以把他抓走。我知道你先冷静，我知道你想进去，但是这是上级的指示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你真的不能进去。求求求求你了，你就当没看见，你让我进去，哪怕就一分钟的时间就好，我只要把特务抓住来，好不？ 拿枪逼着我，就可以进去了。好小子，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，几天不给我捅娄子，你就皮痒痒了是不是？反了你啊！你说你想干什么？全城的俘虏营都让你们特务营给占了个遍，啊！打了几场胜仗，你了不得了啊！可以为所欲为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听错我？现在那个特务就在里面，我的人证都已经到了，我只要认到他，我就可以把他抓走。我求求你，师长，你帮我跟他们说一声，你让我进去行吗？还敢狡辩？ 想抓特务就可以假传圣旨吗？还说是奉了狄公部首长的指示。我问问你，101、102还是103？特务就在里面。马龙沉溺于苗青的牺牲，一心想为他报仇，做出了不少莽撞的举动，也为他日后的工作增添了很多麻烦。马龙知道自己有错，他也很想改变，但重情重义的他却总是本性难移。 谈情吧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松开呢？是，赶紧，赶紧，动！慢点。
报告夏师长，马龙正在里面抢救呢。小赵，到，这事儿你做的不对啊。是，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能跑去直接告诉他呢？你这不是摆明了刺激他发疯吗？我听说你们俩还是老战友，怎么这种事情都想不明白呢？算了，刚才的话我收回。你也别往心里去。不会，师长，这个事儿全是我的问题。算了算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我知道，不怪你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马龙的，他要是想发疯啊，别说你拦不住，就连我也没把握。你说这小子吧，让我是又爱又恨。你看这刚拿下锦州，接下来还有更多更大的硬仗要打。是，我可不想让我手上这把最锋利的钢刀卷了刃。不会不会，夏师长你放心，这小子命硬着呢，绝对不会卷刃的。哎，白院长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夏师长，我刚才已经亲自给马营长做了全身的检查啊，他的头上还有身上有好几处伤，已经感染了，处理的太不及时了。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假如他能够及时的苏醒，那就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接下来，他必须保证足够的休息。白院长，我现在把他托付给你，希望你给他找一个最安静的房间，给他最好的治疗。